好，翻嚟咁啊！日本仔咧拍呢啲戲咧就真係冇得頂噶啦。咁啊呢一套《東京鐵塔》，我的父親母親，我諗有廿年有冇？十零廿年有噶啦。有啊。咁啊，歌咧就係向著未來咧，即係後來劉若英後來嘅原曲啊，我哋播過好多次啊 ，Kiroro。OK。咁啊如果我哋睇翻咧，中意睇日本電影咧，其實我到而家都中意睇日本電影啊。咁當年韓國嘅係咁揼上嚟，但係韓國嘅好明顯咧，就真係好受到全球影響，話最主要就係香港影響啦。咁但係佢個製作就比香港啲大得多啊。咁但係咧，日本戲咧即係由以前啦，咩小川二郎個年代開始一直啦。咁啊東京鐵塔就叫近年啦，即係十幾廿年我哋叫近年啦。再講以前咩東京物語嗰啲，喂大佬係講緊五六十年代嘅電影喎。啊，佢嗰種慢啊，我哋覺得節奏好慢。嗱，譬如我哋啱啱睇完，我啱啱呢個禮拜先喺電視睇嗰、那個即係洗廁所嗰套叫咩啊？生活日常 ，OK， 佢係好慢嘅，但你係明白佢點解會咁慢嚟，即係慢慢滲出嗰種戲嗰種劇力啊！咁啊如果冇睇個東京鐵塔嗰啲，可以上網揾翻嚟睇啊！其實我都好多日本戲咧，區界嘅。而家講開就日本嘅電影啊，咁啊基本上我一見到咧，即係我就又冇咁留意啊，又識睇 movie 啊，一見到啲日本片咧，有時會擺啲好舊嘅，有啲有新嘅，我就係唔喺度睇嘅啊。呢個係我清單入邊咧，都一個嗱，譬如你鐵道員啦，又係啦，係嘛？呢啲全部即係我都好推介啊。咁啊，東京鐵塔咁，如果大家睇過咧，有電視版話嗰陣時真係好巴閉啊！哇，屌你，即係好似差唔多年代啦，應該我哋早啲添啊！即係我哋香港都有嘅，話由小説到舞台劇到電視到電影，記唔記得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啊，無端端爆出嚟喎！你而家睇翻個故事，即係普通到不得了，但又真係好嗰陣時真係好 hit 嘅喎，好動人喎，即係永恆嘅呢啲呢一類嘅故事啊！即係其實你咪頭先睇完嗰、那個去剪嗰、那個MV 出嚟嘅時候咧，你都睇曬成出戲嘅啦。咁、東京物語又係啦，喂大佬真係簡單到即係。咁簡單嘅一套戲，哇！你真係你喊死啊！呢啲戲真係睇到喊死啊！《東京鐵塔》同埋《東京物語》都係咁樣。好啦，金鐘獎咁啊，吳康仁朋友新之年奪視帝咁啊，惹爭議。咁其實有咩爭議咧？哦，爭議係因為佢又唔好講香港人啦，有啲大陸人都覺，有啲台灣人覺得簽咗大陸咁樣，哦，簽咗大陸。我真係覺得好慘啊，吳康仁。咁你又揾唔到錢，你諗下佢拍嗰啲咩戲？你咁中意佢啦，佢拍嗰啲咩戲咧？簽咗大陸，你咪睇下跟住佢會講乜嘢咯。嗱，唔係我唔係講香港，咁就講台灣啲網友。即係都冇所謂啊。你話要爭嘅把尺就一致啲啦，就唔好即係會出現嗰啲喂，佢係 view 係黃嘅。喺 TVB 就係男嘅，即係呢啲咁嘅，即係同一個人啊，陳奕迅唔會嘅，佢唔係咁嘅，啊吳康仁就唔得，咁就好冇癮頭啦。即係今時今日，即係你唔中意當然有權唔中意啦。嗱、即係好似我好唔中意人哋話譚詠麟係鹹校長嘅，食 fans 有咩問題啫？佢有問題嘅，屌你同啲冚家產埋堆啊嘛，搞清楚屌鳩佢啊嘛，屌你老母閪，喂咁搞撚錯，鄧炳強啲人嚟咩？你屌鳩佢咁，我都好對你喎。你點會喊喎？屌你男人有邊個唔喊？屌你老味，食粉絲都食緊到做埋老婆生埋仔添啦！咁又佢幾多期啫？呢個係習慣嚟噶嘛？你仲要啊俾佢食咁多戇鳩喎？屌你咪七啊幾歐好啦，咁但喺金鐘獎入邊咧，輸咗俾佢劉俊謙咧就有份上台喎。因為劉俊謙真係紅啊喺台灣，佢上台做咩咧？咁輸咗佢頒獎喎，佢頒呢個最佳男配角喎，反而咁啊anyway 啦，其實你譬如你阿劉俊謙都揾唔到咩錢啊，咁你想佢點？你哋想佢點啊？如果有一日翻大陸咁又點啊？不過我諗而家翻大陸係咪咁需要你港星咧？
不過翻大陸可能對吳康仁嗰啲嗰啲跳板啊，你要入美國市場咧，喺台灣好紅啦，但知名度點都唔夠啲大陸紅。唔使講啦，你問我咧，范冰冰佢李冰冰嗰啲。如果你話睇佢做戲，睇做戲啊嚟講，因為我又睇過《富都青年》啦，又係喺電視睇啦。喂，我覺得呢個係天才嚟嘅喎，呢、這個可能真係梁朝偉之後第二就係佢噶啦，嚇睇佢做戲就嚇。咁啊，當打啦，41歲係嘛？唉，好啦，咁啊，蔡一傑咧做完個手術咧，先公布啊，哇！咁佢哋都真係呢一輩人有呢一輩人嘅做事手法啊！個演唱會早晚喺美國嘅演唱會，突然間就3-1，不過都好有，都我睇呢片段都似乎啲 fans 都好體諒，好支持啊。OK， 咁啊，傑仔咧喺 Instagram 度透露咧，尋日話啱啱做完一個，佢 po 埋啲相出嚟嘅，我唔 po 啦。切除腦部腫瘤的手術，哦，哇！嗰條痕啊，咁撚樣喎，即係成個上蓋應該開曬嘅嚇。咁啊，佢咧就話咧，手術非常順利，要多謝其實佢有錄音嘅，要多謝屋企人一直喺身邊同埋鼓勵佢，要多謝兩個兄弟喺手術期間喺美國落力演出，最重要係多謝所有醫護人員同埋主診醫生用高超醫術嚟幫助我。令我重新企翻起身，喺呢度要向所有愛我嘅朋友講一聲，多謝你哋關心同埋愛護我嘅朋友，上上下嘅同事，特別要多謝佢老闆林建岳嘅體諒同埋支持。咁係咪又要屌柒佢咧？屌你老母林建岳冚家鏟，屌你老母啊！你老母閪，你同我打工？喂，咁樣就真係好，不過好在我哋啲網友一般嚟講理性啲嘅啊。咁啊，多謝啊！我阿哥咪同埋啲傳媒朋友咧，希望俾啲空間我，等我慢慢好翻。我相信我往後人生一定係更加精彩嘅。咁啊，到而家其實係冇即係啊，講到究竟佢個瘤係乜嘢事啊？點樣嘅 ？OK， 咁可能要切咗出嚟化驗啦。但係我唔知啊。你一講到開腦就係咪都覺得好大嘅手術㗎啦？係嘛？咁而家冇事就好啦。OK， 佢話叫佢叫大家千祈唔好擔心。佢話不久嘅將來，佢好快會同大家見面啊！一定會好精彩，會繼續唱歌跳舞，繼續開 party 咁講，咁都希望係咁樣啦，係嘛？唔好做咁長啦，而家都8:03，即刻去賣廣告先。今日有啲新意啊，啲廣告。好啦，嗱，呢個係講個乜嘢咧？即係嗱，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啦。我早兩個禮拜咧就揾咗個靚女咧上嚟咧介紹佢哋嘅產品啦。嗱，其實呢一個係個技術嚟嘅啫。佢哋個產品我唔記得叫做 Palipio，OK、okay? 好啦，透過佢哋實驗室嘅領先研發咧，就生產咗呢個陶瓷合金嘅納米技術工藝，獨特嘅領域咧就係呢一個領域啦。哇！呢、這、一個叫 Ulipatam Premiums 啊。這個、呢一個咧係自然發生嘅波遠紅外線同埋泰克斯普頻譜入邊嘅頻率，哇！呢啲嘢咧，其實老實講啊，中文我都唔知係乜撚嘢嚟嘅。但係 anyway 咧，經過第三方驗證咧，其實我就唔使第三方驗證啦，陣先講啊啊喺刮傷線入邊分別作為通電介質同埋靜態介質進行咗測試，現場顯示可以增加傷口閉合啦，促進傷口嘅愈合同埋抗炎特性。OK。亦都咧，因為佢有個設計入邊嘅健康穿戴裝置，可以舒緩發炎、腫痛同埋改善血液循環，增強力量同埋靈活性嘅啊。咁佢有咩優點咧？其實仲有好多個嘅呢個 PowerPoint。佢整合到皮膚美容塗抹器入邊嘅時候咧，可以實現角質同埋皮膚更新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啊合金嘅納米技術咧，咁喺幾樣嘅產品。今日我唔講咁長，我講短啲，講幾樣產品。點解我會講咧？因為其實嗰日我哋做完嗰個，我認為做得唔係幾好，講得唔係好清楚嘅啊介紹之後咧，就即刻第二日、第三日已經有客上嚟買咗。今日有個客咧上嚟再買，就係買膝頭嗰個，就好似阿係咪阿 Van 啊個女仔叫佢話齋，佢老豆開頭用一隻，而家用咗2隻。嗱，我哋睇下有咩介紹先。我唔介紹咁長啦。第一就係、是、個腰封咧，大碼我得翻一條嘅啫。中碼同埋細碼都有，咁但係大碼就係好似我啲咁36寸、35寸腰先用，咁未必用大碼啦。嗱，腰封得翻一個，腰個咧公價800蚊，我哋而家咧係特價680蚊。即係如果嗱，我講明，包括阿 Van 都好似講明咗，我哋呢一啲產品咧
絕對不是治標，即係唔係絕對係治標不治本嘅。佢會真係減輕你腫痛，個人舒服很多。但是咧，你就唔好諗住佢會醫你喎。OK 啊，咁但係呢個技術都好好咁，680蚊。如果有腰痛嘅朋友搞飲護骨酒都搞唔掂嘅，不妨可以試下。OK， 好再去。我哋有頸筋啦，嗱、啊、頸筋就是我哋而家啲頸椎唔好嘅，成日睇電話多咧，可以使用嘅。咁佢咧有嗱、啊，你見到嗰個頸筋入邊就嗰啲納米合金、陶瓷合金啦、陶瓷合金納米啦。嗱、啊，佢有一隻發熱嘅602蚊，一隻唔發熱嘅就600蚊。咁我覺得。是不是人都買發熱呢？沒什麼需要，你香港不會太凍，頸筋本身都很暖的嘛、OK? 那我現在發熱和不發熱都是均一價，均一價499元、啊、即是620元也好600元也好499、OK? 其實多過850折的 OK 還有最後、OK 的買很多條、啊、這個膝頭我買得最多、我不知道原來這麼多撚樣屌你的膝頭不撚掂的 OK、啊、膝頭哥呢、啊有助膝頭拉傷的恢復，護膝的內巧巧護膝內巧妙放置個圓形陶瓷金晶片，可以緩解拉傷咧、發炎咧，同埋佢唔舒服，縮中血液循環。嗱，之前咧佢同個女仔介紹話係老豆揸的士嘅，揸車嘅，帶一隻，後來幾日後買攞叫佢買攞一隻，其實我哋都咁嘅情形啦，一樣係啦，買一隻跟住買多幾隻就咪俾埋啲老友 ，OK？ 咁我而家有兩款嘅。第一款就是這一款，這一款是多少呢？原價是840元，現在特價699、另外一款呢，另外一款這一隻呢是一隻而已，就有16粒這些這樣的陶瓷合金。我另外一款呢是兩隻膝頭都保護了的，不過每隻只有8粒，合起來都16粒了、OK? 看來的效果我不知道是不是對一隻腳來說沒那麼好呢，但是如果你不嚴重的可以用那隻，我只有拉屎三盒而已、咁啊，應該係買850元，原價1000元嘅，850折啊嘛，850元。OK， 咁大家如果有呢個需要咧，可以上嚟，我有啲貨俾你試。不過你試咧，你又唔會即刻 feel 到嘅喎。OK， 咁啊，介紹下啦，我覺得 OK 嘅，就絕對唔係你喺街見到30-20元嗰啲，我哋唔賣嗰啲嘢嘅，你放心。OK， 好，下一張。咁啊，呢一個咧，我哋不嬲係我哋長期都賣緊嘅，不過耐唔耐都要講下 ，recall 下你哋嗰、那個啊記憶啦。呢一個咧係日本深層水嘅啊海草綠藻啊，綠藻丸啊，一日食30粒，你增強免疫力嗰啲我全部唔講，佢最主一日食30粒可以分兩次嘅，15-15咯，我就15-15啦。佢就係咧可以將你哋係、就是、唯一一隻啊身體嘅重金屬，其實你食好多嘢都有金屬嘅喎，海鮮你更加冇講啦。排出體外，亦都係美國同埋歐洲嘅太空總署嘅指定啊航空員嘅濕平民嚟嘅喎，啊咁而且唔貴喎，499兩樽，一樽你都食幾個月㗎啦，啊咁你一樽就298啦，因為有2200粒，一食30粒，食幾多日啊？你計下70幾日咯，70幾日即係2個幾月一樽啊咁啊！呢、這個係唯一一隻濕條紋咧，可以將我哋體內嘅金屬排出嘅，可以試下呢個啦。好，再去。咁啊，蒙面超人50周年啦，50周年嘅新蒙面超人啊，啊嘅紀念呢一隻咧，唔係石茄普通石茄嚟嘅，係護燒嚟嘅，應該就係酒精濃度強啲，酒味濃啲嘅25%啦，酒精濃度應該。OK， 咁佢一對買嘅喎，嗱本身咧佢就冇貨俾香港嘅。但係因為限量啊，咁而阿 Lawrence 咧同佢哋日本嗰邊咧有即係個酒造啊，有個好嘅關係，於是乎咧應該係褪咗幾十支俾我哋香港，即係冇啦，冇啦。咁如果大家中意係蒙面超人嘅 fans 嘅話咧，咁可以買一對，因為佢唔係逐支買嘅，一對買嘅係套裝版嚟嘅，咁係888蚊兩支，咁我哋送禮都好睇啊。OK， 好再去。咁啊，另外啦，呢個咧就係我哋之前介紹過啦。嗱，除咗壯陽啊、馬卡泡沫片啊，咁其實你咧，你見到上到兩隻大隻佬啊，嚇 ，Energy Booster 即係令到你哋咧，即係個能量勁啲，練嘢勁啲咧，都可以食我哋呢個啊，即係汽水餅啦。你睇下知啦，倒落啲水度沖完就飲得噶啦。原價298，而家買任何一本寫真36蚊好似 ，OK， 150蚊搞掂。不買寫真，咁啊買其他嘢啦，買100蚊嘢就可以150蚊半價一盒啊 ，OK， 都可以飲，
我真係唔知喎，等日就話俾你聽。都諗得諗，我諗諗兩個禮拜 ，OK， 咁啊 OK 㗎。各位規即係性能力有所不足嘅朋友，仲冇想？仲有啊，講埋咧，星龍王啊，馬卡片加星龍王五嚿水，百五蚊加350啊嘛，掂曬，掂撚曬啊！好，休息陣。